Right，这个是你们的记笔记的作业，然后还有第二个 part，请你们看 canvas，第一个是今天是10月5日，2020年，我把吴老师放到这里，然后呢，你们的story 有一个叫小明的故事，有一个 elephant，有一个 we are all wonders。那第一个是脸，然后英文是这个。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这个 radical，你们在说胖、chubby、朋友，它的意思是 meet。Share the flesh，share the meat。然后这个是脸，第二个是，从上面到下面。第二个是头，的英文是这个汉字，一二三四五，头。第三个，头发，它的意思是，因为是从头上长出来的头发，一二三四五，发，一二三四五，这个是头发。好，然后是眼睛。吴老师常常说，经常说，请闭上眼睛。眼睛，眼睛，这个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然后，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这里有很多，这个是 the eyes radical。然后 happiness。对了，这个是 the right part of pen。这个是 the right part of 请，请的右边，你看。它们是一样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跟上面是一样的。眼睛，好，然后是鼻子，我需要下一个，然后是鼻子，它的意思是。这个字，鼻子，这个汉字很难，很多的 strokes。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然后字，男孩子、女孩子、儿子、女，鼻子，然后嘴巴。嘴巴，嘴巴是，一、二、三，What's a box? Mouse radical。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
十四、十五、八、一、二、三、四。这个八，看到说爸爸的爸，就是爸爸的爸，他的下面跟这个八是一样的。好，尾巴，然后是耳朵，耳，一耳朵。这个是耳，什么事儿，去哪儿，在哪儿，这个是耳，儿子。耳朵它的是意思是有两个耳朵 ,two of something, 耳。耳。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耳朵，然后你们用耳朵来听，用嘴巴来吃，用鼻子来闻，用头来想 think， 然后用眼睛来看，然后用手来拿。手你们知道吗？手你应该知道。手有两只手，这个我在中文中二你们知道手机的手，然后呢最后一个是腿，用你们的腿来走路来跑步，用你们的手来开车，看书，写作业，做作业。腿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 ,the moving scooter, movement radical,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that's part of 横。然后呢，这个也是 meet。脸是一样的，都有这个。好，这个是腿。这里哦，最后一个是身高。身高 ，height， 身一、二、三、四、五、六。七，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身它的意思是，对，是 body tall， 就是 height， 身高。然后最后一个是的胖。然后瘦 ,SHOU, 然后手也是 OU。胖瘦它的意思是胖是这个。这个中文音你们应该知道瘦。所以胖瘦在一起它的意思是这个。weight, 胖瘦汉字胖。一、二、三、四，这个也是 the meat radical。五、六、七、八、九，这个是半 up 半，然后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后一个是矮。矮，它的意思是所以头发不是矮，身高高和矮，头发是长和短不一样。 But we won't focus on this one. We'll do that in the future. 这个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Lots of familiar part 这个呢是 left 哦知道没知道然后呢这个是 the right part of 和然后这个是女孩子的女或者是 the bottom of oops 要想要的要所以有很多的 familiar component 好这个就是你们的 notebook time